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因为领先三分球，不着急，可以耗掉比赛时间。对，不着急，接着换，北京队防守也换三分，程旭三分球，有了，这三分两分，三分，你看我这预感，我的天，是不是一个三分？这事儿啊，就是好饭不怕晚。嗯，这三个三分决定比赛胜利。你别看前面十八中零啊，终归要来了，终归要来了。对，因为太不准了，之后他投篮他是有概率的。那终究只要你坚信自己，你终究那你说我十八中零之后我一个不敢投了，那是另外一回事是吧？不投是不投。但是十八中零之后你依然有这种得分的信心，就是另外一回事儿。